我喜欢这样搓一搓，然后把它往，好香哦、喔。然后我很喜欢用这样刮我的头皮，用手指甲刮头皮，然后有白白的那个头皮屑在，然后再把它弄出来之后呢，把它搓一搓，然后把它涂在镜子上面，就会一条油，好好玩哦、喔。My mom， 我是强强。哎、欸，我是强强，你毕竟就是强强棍。有人说强强以后老了就是杨秀慧，是不是？真的好开心啊！哎、真的好开心、啊，是我的荣幸啊！就像不像我们两个母女一起来上节目啊？秀慧姐保养的是很好哎、欸，我老了像你这样的话，这个是 OK 的。哎呀，很多像这个年纪的，现在已经都已经垮了。哦，没有，我每天呢、啊，我晚上洗澡啊，我都泡福马林啊。真的啊，这个都是我们会来要的。为什么他没化妆，你知道吗？对、啊。等一下要让他抽签。嗯，现在最夯的韩剧的女主角三位都在这里面。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嘛，强强的伟刚刚贵，啊，伟刚刚贵妇嘞，贵妇欧美系的嘛，所以今天要让他画一个韩系，他们比较像裸妆啊，有画好像没画这样，我就看不懂为什么化妆品用到哪去了。但是你不要以为他没有画，他还是有下功夫认真在画，只是画的不露痕迹的。但是基本上其实我跟大家讲，以前我早期是走过日系的，所以呢，韩国跟以前那种比较清纯日系妆，其实我是会画的。你哪画都画日系的，我这年纪都有了嘛，我30岁还在化妆，可爱我就不行了。你阿姨几岁？我是31了。31年纪都有了，没有、啊？给我滚旁边去！哎，要介绍一下老师嘛，好不好？啊，老师对，两个可爱的，这是沙发老师。这是我们的麦卡伦，麦卡伦。Hello。好，那让你抽一下好不好？自己抽哦。洗牌，洗牌。啊，你自己洗，不能偷看喽。偷看我前他们是谁，我也搞不清楚啊，受不了。是触及真心的那个刘妍娜，鬼怪了，高怪了。但是以他的分析状态哈，这个我一分下去没化妆吧？不可能，我觉得光是他拍这个粉底哈，就拍大概一个半钟头，这样你会画吗？这会啦，很简单的。好，好来画画，没有什么难度嘛。好，你给我调上欧美妆看看，问他们会不会画欧美妆。对，开始啊。哎、欸，我讲我练个技能哦，你要画直的啦。啊，小慧姐好时尚，你会画直的呢？当然啦、啊，我会化妆，你还在包尿布好不好？真的是，我来检查看你是到底有什么给息呀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搞三分钟了呢，快点啦！我知道啦，我知道啦。眼影啊，它要什么颜色？大地色，大地色啦。我知道了。哎、欸，不能亮亮的哦、喔，它没有亮粉呐。你如果画亮粉的话，就是那个韩国的妈妈桑哦。好。他那个尾巴不能太翘，不能太媚，你要画往下垂，无辜，有没有？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小宝老师跟那个麦卡伦先生了哈。麦卡伦，听说你们两个以前都是在专柜，那个销售都是 top， 最厉害的吗？啊，你以前在专柜是卖什么？就是卖彩妆，然后跟保养品。那这样子，你那一天的业绩最高的业绩是？最高的是我们那一个客人可以卖到大概15万左右。化妆品呢、欸？我稍微高他一点点，我差不多30万。30万？要死我！哎、欸，你没洗发精叫你喝它？要睡觉的话，至少满100吧。没有啦，我们就没有含税的力嘞。哎、欸，剩下2分钟。啊，你的眼这是多多醇呐、啊，因为它这会让那个人啊有点亮亮的，然后它的润肤很高啦。头发青菜它，头发就把它绑起来就像了嘛。但是哦、喔，但是你不能讲话哦、喔，因为。韩星没有人讲话像你这样的、啊，我讲什么他也听不懂啊，听得懂啊？啊，那你讲话要轻声细语，这样子，擦那个油，擦那个油，不要擦油，我是油，20秒，油，你赶快油，你的嘴巴写成大口油，他们韩星没有人这样子，你看啦，这嘴巴哪有像啦？你看他韩国的妈妈长嘞。时间太多了，够了。好了，好，那我们现在请小宝老师来看一下，我们评比一下。先配给老师的表情。首先呢，他现在目前有点像军级的状态，一个没白白啦，还有提这眉粉去我们笑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那乱七八糟，没白。他这个眉哦，
以我这样看来，他是用染眉膏，就把它染到跟你他的头发一样，完全错误。哎，那是什么？他其实用了大概三个东西，眉粉、眉笔是，再加染眉膏才会出现。而且还拿尺来量有没有哪一边比较高，哪边比较。其实因为在眉毛上面来说的话呢，嘴巴闭起来，不要皱眉毛。对，好，来准备哦。我们先画眉毛的时候呢，为什么要含眉要平啊？其实是卡加。眉毛的底下、哦、你要给它平平的拉出来啊。可是这样不是你问你的眉形不是平的？没有啊，那眉毛就是这样子，你才能够把它压平啊，把眉底拉出来、哦，然后完了以后呢，再把这个眉峰与你用亮亮像螳螂啊那种、啊，不要，我们给它眉峰往后一点点，这样子撸一撸吼，你就会发现，哎、欸，它整个眉毛的形状啊就顺了。对，就没有那么卡了。它不是眉毛卡，全身都卡。没啦，也卡上嘛就卡。我的胸也很卡。好，你看，好啦，我的哪？你看你的眉毛好了啦，你脸型啦，是不是就平了？它的整个眉毛就会变成比较韩风的感觉。我觉得你这样子看起来气质比较好。对啊，然后哈，用这个刷子，眉毛后面的刷子呢，给它梳一梳。因为其实眉毛呢，要看起来若有似无，好像它天生的。其实就运用这种小刷子给它撸撸哎。应该说这种的话，气势就没了。对啊，可是这样子我看起来很有那种。对，男生看到你都疯了。对对对，不用他们看到我疯了，不用。其实你开口，他们也疯了。对啊。那我觉得因为强强的眼线画得蛮好的，但是他的问题是呢，他的皮肤哈。有一点点太没有光泽感，对啦，因为我是韩系，那个皮肤都亮的啦，对啦，因为其实在韩国的那种皮肤感觉的话，追剧啊这个很重要，要水水亮亮，亮亮的，对啊，那他腮红给他画的下，他太猛了啦，所以我们在这个苹果肌哈，就是要给他那种很嫩嫩水水的感觉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那种粉底液那种追剧啊的感觉有没有的感压上去，拍拍拍拍拍，真的有那个，真的有亮啊，你看。有没有？对，韩系就是要这样子，光感就出来了啦。有没有？可是其实有一个方法，我觉得蛮好的，就是你可以先偷画腮红在里面。哦。画好以后，你再把粉底盖上。对对对。因为这样子的话呢，那个腮红是从里面透出来的那个亮度，那你就不要再加了，因为你这样子完了以后，它会有那种好气色，可是那种光泽就会出来了。这样就对了没？是不是？回屋的它碎嘛，哈。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嘴巴，最后是嘴巴的地方，我们稍微小改一下。嘴巴什么问题都没有，就是嘴巴闭起来就对了。哈哈，卖恭维了，我嘴巴一定要张开的，我嘴巴张很大。好，我看到你张开它了，合起来哈，乖。那其实因为在韩风的嘴唇其实很重要，对，之前不是很流行这种所谓的咬唇妆吗？对对对。啊，怎么做呢？因为其实我们的强强他画得太锐利了，对，用粉底，就直接用刚刚的粉底，有没有？盖掉一点。你就用一个小刷子哦，把这个边缘的地方给它拍一拍，拍多少嘞？三分之一。你就这样拍它，它那个整个嘴巴的那个线条就会缩进去，看起来很柔嫩的感觉，啊，嘴巴看起来就不会那么下牙牙。我做过矫正，所以我的这边会出来一点，下面会比较缩进去。所以我咬起来中间有个缝，会导致我这边比较翘，所以我觉得这块可能会比较有性感的 feel。谢谢，我们没有陪睡，谢谢，不好意思。太多男的陪我睡，你要排队。嘴唇的质地有分成亮面跟雾面的嘛，所以我们可以运用一些小技巧，就是用这个蜜粉，用个小刷子给它打起来，这样子它配起来的感觉就会变得比较。柔嫩雾面一点点，这样好看多了呢。嘴巴张开啊，好，现在啊，好啊，不要小心的手，请不要用了手指，小心你手指会不见了。对，跳完树干呢就不用管。哦，不要这样子，这是都是白啦，他们乖了啦。好，用手指轻轻拍，这个手法都可以，我很害怕。好，我画完了，谢谢大家。头发怎么办？头发？那就要请我们卡麦老师来。上热工具之前呢，我先帮他做一个抗热的动作。抗热。其实我平常是大概6天不洗头的。要洗我。今天就是因为我知道有帅哥要帮我弄头皮，赶快早上去洗的，不然我很喜欢闻头皮味。我喜欢这样搓一搓，然后把这样往上，好香啊！然后我很喜欢用这样刮我的头皮，用手指甲刮头皮，然后有白白的那个头皮屑在，然后再把它弄出来之后呢，把它搓一搓，然后把它涂在镜子上面，就会一条油，好好玩哦！卖萌我，不
洗头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麻烦，我懒得吹头发的人。整个的头发的发根，啊、那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们的干洗法。我以前还不懂干洗法的时候，我拿那个蜜粉，过期的蜜粉涂头发。要洗那个更臭吧？因为这样看起来就比较不用油。这是坐月子在用的。下次要不要看看？不要洗头，你试上看。就是他的头发的尾巴的下部的地方，我帮他做了一点点的卷。那他其实在上卷的时候，我是往斜后往后翻的，所以呢，你会看他的线条是往后跑的这样子。最后上了一个干洗法的东西，所以他的头发就可以维持比较久的，比较不容易会出油。小曼老师，小曼老师，哎呦，他马上把我改造了，真的漂亮。哎呦，谢谢大家，真的，你以后就要常常这样啦。拜拜。快要40万，小香，当然啦、啊，你鞋子要买两双，口红买两支，衣服买两套，那件如果坏掉了、破掉了，就没有再第二套可以穿了、啊，因为已经过时了，就没有再穿了。基本上其实都蛮满意的，我月经常会长痘痘，遮不住，我的下面的唇。化妆品，每次只要说明他们跟我说这个打折，或是他们那种跨州的，任何人都擦不了，只会擦你的身上就是合理。我的眼影都全台湾最多的啦，6万块一双鞋。不敢穿，它底部是亮的，所以你一擦两板就没了。父亲节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很鸡歪，不是，我遇到一件很鸡歪，是不是我很鸡歪？我要帮我爸爸买父亲节礼物，我就看了一件，我就还 OK， 我说这衣服好像有点太厚了。他说我们现在的衣服大概都是这么厚。他说那因为现在大家都住在冷气房啊，因为我们家的公司是车行，没有什么冷气房。他说哦，那你这样叫你爸去穿吊嘎吧。什么牌子？讲出来。曾经有一次就是发了疯，我就整排包是超黑的那种，笑起来只有一排牙齿的色味包，只用两次，就其他就放过期啊。